爱的便当。那你看这个图案，姐姐的吗？姐姐是角落生物。哇，好厉害哟！还有木沙子耶。妈妈准备的点心，里面这个是草莓，这个是起司蛋，这边是什么？豆松蛋，还有巧克力。我觉得没有。姐姐的已经吃光光了。好的，我以后那个餐盒就带这个去学校就好了。哇，辣辣辣！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有没有很开心？有。然后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为什么那么紧？还挂。